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柴。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黄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三点半，阿柴也是准时到达市场。先过来飞扬的四楼，帮一位山东的粉丝拿一台无锁的14 Pro 512G 的紫色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100%效率的，然后充电呢是67次。这台无锁512G 的，我们在市场是花了6500块拿到。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如何？机器拿到之后，我们要看一下艾斯的验机报告。我们可以看到电池是100%的效率，然后充电了60多次。像这种机器，因为要拿过去改双卡，所以我们先把机器深度的测好，再拿去改卡。紧接着，这台无锁的14 Plus 256G 的黑色是帮安徽的一位粉丝拿到的。这台机器成色的话是99新的，然后电池是一个97效率的。目前市场的参考价是4600块。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如何？临下班之前再帮一位北京的粉丝挑一台华为的 Mate 60 Pro 512G 的白色，这是一台紧激活的准新机，我们可以看到成色的话没有丝毫的划痕和磕碰。这台机器也是黄牛卖给市场的，然后市场的话也是稍微加了一点价格就卖。这台 512G 的我们在市场是花了7550，对比全新的机器也是便宜了几百块钱。小伙伴们，你们会为了省几百块钱选择这种准新的机器吗？要拿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柴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